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曾见否认报应日的人吗? 就是那个呵斥孤儿不勉励人正极平民的人当宰礼拜的人们 他们是忽视拜功的 他们是沽名钓誉的 他们是不肯借人生我的